来了。这么大，身穿铁衣什么都不怕，我这铁头用力敲一敲，东西坏了都能修好。哈哈哈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你看你看我多么强壮。是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是最棒的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只有力气，没有钉子你怎么修东西？让你敲敲又钉钉，我不帮你你别生气。哼，我才是，我才是，我才是。喂，我说你们呢，真是笑死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样吵吵闹闹真可笑，让我告诉你谁是最强大，看我轻松转一转身体，锁好螺丝不费力气。哈哈哈，你看我是最棒的。哼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没有我你们什么都做不好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只有力气，没有量尺你做不了东西，看我量一量距离，我不帮你你别生气。哼，哈哈哈，我才是最棒的。是我，我才是，我才是，我才是最强的，我才是最棒的。停停停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不要吵不要闹，吵吵闹闹东西修不好，我帮你你帮我，同心协力工作做得好。叮叮当当敲敲打打，叮叮当当嘟嘟嘟嘟，叮叮当当敲敲打打，叮叮当当嘟嘟嘟嘟。我说呀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听一听，让我来告诉你，叮叮敲敲打打，各自都有本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不分你我，完成工作快乐无比。大家分工合作不是很好吗？对呀对呀，好伙伴们别吵了好吗？不要吵不要闹，吵吵闹闹东西修不好，我帮你你帮我，我们一起合作吧。好啊好啊，我们都是好伙伴。嘿、hey, 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吧。我们都是好伙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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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好伙伴，啦啦啦啦啦，不孤单，啦啦啦啦啦，大声唱，我们同心协力是好伙伴，我们同心协力是好伙伴，耶、yeah! 欸、奇怪，我没拿出来呀、好伙伴故事中的铁锤、钉子、螺丝起子和量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他们不停地争吵，不但失去了团队合作精神，也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友谊。想一想，
故事中的伙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你从这个故事学到了什么？你喜欢这个故事吗？为什么？